你们知道第六人格周年庆限定的金色挂件生日快乐的正确使用方法吗？圈观闪，我是你的人，欢迎来到第六人格，我是你们的大哥。我们知道呢，周年庆的限定金挂生日快乐呢，可以改变椅子的造型，就是这样子了呀。所以呢，我觉得生日快乐就要名副其实。刚好今天有一位小粉丝对。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自己生日的那天再次拿出来，也算是我们一起祝你生日快乐了。生日快乐，你最棒，加油！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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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